在哪儿啊？我觉得就可能在我看了节目以后吧，我觉得自己有些表现确实不是很好，就是自己看着自己觉得如果我是李莎我也会生气，但是她忍了，我觉得我就应该要更好的去对待她，所以我才用她爱我的方式我还到她身上。没事，我都私下收拾她。你呢？你繁化的点在哪儿？繁化的点就是潜移默化的互相影响吧，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就会成为对方越来越像吗？你知道我觉得你最无聊的是哪次吗？哪次？就是你们在海边那次。你坐在那个船上，是你说点不做了。小凡说好的不做了，你说那我们再去做吧。小凡说你刚说了不做了，但是现在我要做。那女的真讨厌，谁呀？真是的，别看她。孟子义，不要担心别人说你作。看完这个节目都知道，真正作的是李莎明子。谢谢你给我来交接仪式，扛给我。